刘大人你听到这也想告小弟也一半法这是你今夜也得把这上帝许日一批人浪为妻不知你兄意下如何向我家道请我气管高攀呐、你兄谦虚了自古家女是家婿令到贫有金玉正家婿你兄不必太巧只慕念兄弟小弟官不同名至于平静们、就以自恋为凭万须美生名无一言为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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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次是嘞小弟高攀了啊哎呀儿啦快来拜见你用布他人有我在等小婿拜见你婿怕了固定这儿快点见过美婿是见过美婿就休哦固定晓得家有要事告诉了这儿既有要事那你就怕委屈吧是宋九休聂兄几位亲家哎你我来给给被称呼谁死啊那变成亲家了亲翁亲家亲翁亲家亲翁亲家老爷哎呀夫人啊李聂兄已将他的贴近小弟许配我儿你要给别称呼了啊哎呀这是要给是亲家公亲家母嘞阿玲啊快上去拜过岳母有母在当孝婿拜见亲家儿当拜的举意亲家请请请请Thank you.
方了？谈什么方啊？我有一表妹，名叫李秀英，我早就想娶她为妻，谁知姑爹竟将她许与王爷夫妇王月龄，请你这来想个办法，我定要把表妹她撩回来。哎呀，郭公子啊，像那李府千金，今日就要出嫁，老身我还是个伯娘，这件事为难我。这种事，难道你真没不还没有办法吗？办法嘛，倒是有个，不过嘛。自生自后，化育重生。Oh, my God.
原来是封书信，郭文云表兄亲自。像郭文云乃是他的表兄，这封书信怎会落在这里？这是玉镯。本有表兄之命，只有青梅竹马兄妹情深意厚，又有中秋一别人情尚未尽头，只盼与老前辈恩爱共结百岁。大表子，必正元年命令配乱世，我在家到王家去看这新房去。有做一次了表兄，因二段此令情意难断，这封作为自己莫以为难之事，立志兄应连人八百连成八百。
香啊，等我叫你出来。老夫人，厨房我是不敢去的了。跟侬为啥不去了？老夫人，你不知道，方才我到厨房去寻他，我还没有说几句话，他就骂起我来了。要是我再到厨房去寻他，说不定他还要打我呢。哦，伊还要打侬啊？这个小畜生，搿啥个变得介凶啊？好个，让我自家去叫伊。阿玲啊，阿玲，孩儿拜见母亲。上台上台，阿玲啊，
侬辣辣书房里向做啥啦？孩儿在书房嘛，读书啊。哎呦呦呦，读书倒是要紧的。哎，阿玲啊，这么夜里读书，夜里读啥个书啦？去，到新房间去。孩儿不去。这么为啥不去啦？孩儿读书要紧啊，读书读书，读昏侬个头。去，到新房间去。不去。侬是真个不去，还是假个不去啦？不去，就是不去。哦哟。侬倒是真个福气嘛，丞相啊，等我带伊吐得吃，再过。哎呦，侬辣辣娘个面前挖个样子凶啊！好个，今朝快是侬凶还是我凶？丞相啊，老夫人开口侬动手，等我带伊吐得吃。啊，母亲，死不得的，吓母亲。辰光不早了，阿婆还要下去困觉去了。媳妇送婆婆。哎呀，不要送，不要送。走。孩儿送母亲。不要侬送，侬等我坐动。母亲。这个小畜生，到底给我抱了碗筷了。哎。给我管这个门！啊，母亲，你关门可不要上书啊！哦呦呦呦呦呦！这个小畜生倒是提醒我在了，伊叫我不要上书，我偏偏得一书读。我夫妻两家都今早一定会得和睦洞的，老太婆还要我去困觉去嘞。母亲娘。王两家断情仇，是今日弟弟已到京城去，无人阻止我难出头。我虽有千般委屈想追诉，也只有万般怨家庭
生气，倒不如当面将他问。
香香，香香，快叫小姐无人啊、哦！阿玲，阿玲，等我出来。进屋拜见母亲。好，上身，上身，上身。媳妇头娘啊，那娘有寿星来噻，侬都出去来快快。不不，父亲你给请官人查看。哦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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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是尚书府的千金啦，可进进出出都懂道理了哎。阿玲啊，那有没有寿星来噻？侬都出去来快快。孩儿不要哭，做娘的把侬到是几年数。侬到来了娘的面前把起架子来噻，侬不管，侬不管算账，我为的叫媳妇度娘去看一个。哎，侬不管好了，哎，媳妇度娘，阿玲不管，侬自家看好东西哦。那阿婆叫侬看，侬就看，有啥个事情告诉阿婆。婆婆，你总别无他事。是亲哥，乃是媳妇满月之际，我母亲要官人与我同去迎接。哎呦呦呦呦，这个这个这个，老太婆倒是忘记谁了。阿玲啊，媳妇姑娘，到里面换换衣裳，坐轿子，马上动身。孩儿不去，可侬为啥不去了？哦，我有孙子，不去。啊，春香，快去把王宗丹相算啊！这读书人的孙子倒是要紧的。婆婆，哎，好的好的。那孙子来噻。孙子最好，可惜过次。啊，阿玲，阿玲，哎呦，哎呦呦呦呦，侬搿个龌龊上了侬啊，侬辣辣发慌了侬啊，哈，介好个一副孙子，把侬吃得来，把妈等死了哈，侬不去啊，侬不去算账，我会得叫媳妇度娘一个人回去的。哎，媳妇度娘，阿玲不去，侬一个人回去好了啊。不不，其实官人不去。那媳妇我也不去了。媳妇度娘哎，那娘只有侬一个宝贝女儿啦，搿侬不回去，搿伊要不放心个。那阿婆嫂子，侬回去自家过年再回来好噻。这个，不要，搿个屋里有侬当家噻啦，啊，认不得侬嫂子。侬叫媳妇度娘非要回去啊，可我偏偏叫你回去。媳妇度娘啊，侬回去好噻，哦，不要紧哦，那娘不放心，阿婆嫂子侬回去自个半年再回来好噻，哦，不要紧哦，侬回去啊。好小妻子，这是人家伪装娘家，分明是有一份心。我是日军的。
太夫人就你回来了，快快有请。有请小姐。
人嘞，步步为人恨我哎，他的女儿自动听声一波哎，我的是为娘在家方面好，还母爱脸上好好光彩。母亲啊，女儿家当万郎姐，四邻八舍的一再美。不必是为娘没有来看你，哦，从今为我三生无人为娘亲自团你有私信一封，要小弟亲自查看。